各位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秘方。我叫慧玲，我自己本身呢是经营了这个健康食品行业已经有16年。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来操作一个手记，教会大家如何平时在家里可以好好的自己保养，然后 massage 自己的这个肚子 tummy， 然后它可以帮助肠胃消化，然后还有这个排便顺畅的这个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很荣幸就是可以请到这位 model， 然后我们可以帮他来做这个腹部的按摩的。好，现在我们来把这个 tummy 给显现出来，然后把毛巾盖好。首先呢我会使用这个 doTERRA 的这个 coconut oil 做一个 base， 就是我们在涂抹精油前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基底油的，以免把这个敏感度降到最低。那首先我一般我自己的习惯性我会把它倒在手，确保就是自己的手是温暖的，好，可以搓一搓，好，搓一搓，然后把这个油放上去，好，涂抹整个肚子，好，均衡了以后，好，记得哦，基底油一定要够多，好，不然等一下我们涂抹完以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热热刺刺的，好，基底油够多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敏感度降到最低。首先我们先要使用这个 Genjess 这一瓶复方精油。那这瓶复方精油我们为什么会摆在第一瓶呢？因为这一瓶精油它可以帮助消化功能，然后它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然后对那种常常胃胀气啊或者是消化不良啊胃痛啊胃酸倒流它有很大的帮助和改善，好，所以我们会用这一瓶第一位一定要用它，好 ，Genjess 这个复方精油，我们滴在手，一个三滴的。这个按摩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小孩子，好，或者是成人、老人家，好，都非常适合的。好，涂抹完以后呢，我们再接着下一瓶。好，下一瓶就是我们的 Smart and Sassy， 好，这一个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新陈代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 burn fat， 然后加速新陈代谢，然后还有帮助我们燃烧这个脂肪的。好，再来一瓶呢我们就会加上这个 grapefruit 的。好，那 grapefruit 呢主要的功能呢它是帮助我们就是排去这些水肿的问题，然后它还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很强的配方，就是它可以把那个脂肪给融化，好，然后排出体外。好，我们精油已经上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操作。好，首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先用我们的双手，然后把这个肚子正转30圈，就是这样子转，就有稍微有一点点力度，要记得哦，这一个在家自己也可以帮自己做的，不一定说一定要别人帮我们做，我们自己这样子做，自己数30圈。当我们这样子按摩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我们的肠胃，还有我们的这个肠子的蠕动。那有些朋友可能肚子会有胀气啊或者是有便秘的问题，他在这个按摩的过程呢他就会觉得肚子好像有气在跑来跑去，那可能也会自己听到有那个声音咕咕咕的声音，好，这些都是正常的哦。那正转30圈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来一个逆转30圈。那现在就是感觉油不够了，有一点卡卡，我们可以再加基底油的，好，基底油再加，记得不是加精油啊，是加基底油，然后就是逆转30圈的。我们也可以把那个速度给加快，好，如果是上班族的朋友啊或者是很忙碌的妈妈们啊，我们这样子按摩，好，速度可以加快一点没关系。
那经过这样子的按摩正转和逆转30圈了以后呢，好，我们可以就是把那个肚子画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好，首先我们可以从上面，好，上面这个部分给它推下来，好，有感觉咕的声音这样子，好，然后就拉到旁边去，然后再从旁边收回来。好，每天这样子按摩，我们会发现到自己会有一个小蛮腰出现哦。好，然后这样子推，好，每一个动作重复3次，就这样子推下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脾胃的地方，然后到肚脐的时候打开，然后再收回来，再滑下去。好，滑下去的时候是没有用力的，要轻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很敏感，不可以太大力会受伤。然后再打开。然后我们再从 上方这个位置，好，滑下来，滑到另外一边，我们的右边，然后推回去，再从这里收回来，再打开，再把它收回来。好，一样哦，同样的东西重复做3次，再推回来，再推。这个按摩主要是可以刺激肠胃蠕动，然后再来我们换一个位置，就是从这个腰的这个部位拉到正中间，然后再从正中间的旁边推回来，记得重复做3次哦。再从这个地方拉回来，两个地方。那女性如果常常这样子做按摩的话，她还可以帮助温暖她的这个腹部。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常常有胃寒啊、胃悸问题的朋友们啊，好，这样子按摩的过程呢，你会发现到，哎，你的胃慢慢的温暖回去，慢慢的健康回去的，然后可以就是帮助消化越来越好。再来推，如果想要在短短的时间看到自己的大肚腩消除的话，这一个可以每天进行做2次的。那整个过程就这样子做完了。好，做完了以后，我们稍微就是整个肚子，好，稍微推一下，好像顺转，就是那个时钟正转。如果是说就是有排便啊，或者是胀气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用顺转的方式，它就可以帮助很顺畅的排便。那如果是说，哎，刚好那一天吃错东西泻肚子，肚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逆转的方式。用逆转的方式，当然如果是说那一天你是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要保健的话，顺转逆转就一起进行，它是可以帮助刺激肠胃蠕动的。那记得如果按摩完以后要收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就是有一点点弯这样子盖着肚脐，盖着肚脐，好像吸着肚脐这样子，就这样顺时钟转，转一个3到5圈，
然后过后呢，我们又可以逆时转转，然后过后把手拿开，好，这样子整个按摩肚子就完成了。好，记得完成了以后赶快盖起来，好，然后把那个油可以稍微的吸干净。好，今天的这个手技操作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那平时我们自己也可以帮自己操作。那如果刚刚大家觉得这个操作方式会有一点点手比较累啊或者麻烦的话，我们帮自己按摩的话就简单的啊，就左30下右30下，就是逆转30下，正转30下，左右30下，很简单。好，然后就这样子保持，一天可以做2-3次保健，就会改善你很多肠胃道的消化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